本来五十，我你看那个半人中，我才写了这条，你结果讲你笑了。我完全不知道那笑是什么，我第一个歌词呀。其实不容易哈。真的不容易啊，你要彩排的，第一不一样啊。不一样。过年歌男生的最少。对，最少很少男生的过年歌。但有一首是合唱的过年歌。什么呢？拜年。正月初一到，对，此时的桥慢慢的看。为什么过年歌要正月才可以去？啊，就是这样咯。我再看看，我们打破传统要不要？怎么样？七月中年会，我们唱贺新年祝喜。应该是也赛了，我们打破那个传统太平也赛，因为不是我们过年后年底过过年嘛，对吗？也是可以贺新年的，那是对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来来来，好好唱歌啦，好好唱，好好唱，我要唱新年歌吗？啊，不用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全部都在这边聊。来了，那好了，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新年歌曲呢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回味一下。那一年过后我们再见，对对对对啊。来，马上呢这个好好的唱一首。老师，我们先来广东歌了。哎呦，广东歌有没有广东人呢？广东人掌声一下吧。哎呦，对，这首歌曲是特别送给我的阿神。阿神咧，广东人啊，你有冇睇我梁四妹啊？广东婆就系我啦，阿文婆。对对。他有看，真的知道嘞，他有看，那个总算两条广东歌在马来西亚上位了。哇，马来西亚的票房600多万，马币嘞？马币啊，要接近要把阿 Boys to Men 把他拉起来。哇，厉害嘞！大家都知道这部电影哦，两部。所以有600多个人看我做骗子就对了。哪里是？应该如果没有错啊，有6万，超一张票10块了。很多人啊，他也有演啊，他演骗子啊。对，小小他啦，小小他。对啊，广东婆戏份好多。是，我最喜欢那一幕，他扑街。哎，你有看到？有啦，我还放班你，有没有？来，广东歌，从边播。来，一首广东歌，上海滩。哇，来经典歌曲，演唱者好像下个月来到新加坡。Thank you.
这个非常在这里呢，先谢谢哈大家的红包的鼓励，祝着你大家安，啊，和你健康一世人，和你岁岁一世人，好以后和你和你这个欢欢喜喜一世人，好唔好？那这里呢，要谢谢我们的阿星大哥的红包哈，祝着你的红包多多包，你的财神也是龙天灵刀啊，和你嘿，和你大家安，和你大家。哇！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那节目的继续。